原来很多人都问我，30年前，当我开始排这个《百年孤独》的时候，现在过了30年，30年前提出来的问题，现在重复的提出来，我会有怎么样的感想？跟大家说，我介绍我自己。我想，其实时间不是很重要，最重要的是，现在这个题目对我们，如果还是重要的话，我们还是应该记住提出来。原来。